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在创造历史。产业是一个有机体，需有养分，需有能量，需被关爱。以优化生态环境，成立工会，建构平台，产官学媒公益连结互动，饶益捐输，其传销产业生机畅旺。产企业间有竞合，有群集，使江湖仍仗道义，商德为本，盈利发展。幸福不是一切，人还有责任。忠于平台职责，串联企业，互动、分享、学习、替力、节制、融入、共勉。观，观者产业管理，观不只管也要理，管则有效法治，理则关爱支持，观为天，审视体察，公权力道，条件环境，产业安置，奉公守规，兴荣繁盛，遂天有为，民敬畏。传销以生意，以生活，以生命，简单却处处学问，做事易做人，行销有知，组织有知，管理有知，支持学术研讨，畅通议题交流，力推传销进入学术殿堂，恢弘学术格局，培育精英专才，成就传销跃登学术一门显学。事有善恶，业有良友，传销有美丽与哀愁。当媒体扬恶不显善，政府只问责不关爱，传销视角恐胜社会过端。媒体商言，舆论刀俎，传销产业成鱼肉。
奋力自清，媒体自办，人助天助，我若精彩，天自安排。公益形象仿如第二生命，显示身份价值。身份价值不应只用产业的成功强大表达，人情温暖最令触动。社会公益的给予是传递有感的产业温度，传销公益量的不断加温，就有值得光热萌发，产业社会形象遂得以清明，传销人遂得尊严，令人仰望。